好的，比赛开始。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4赛票春季赛常规赛的直播现场，对阵双方分别是 KZ 和成都 AG。来到了双方 BO3 的第二张地图，地狱小城，率先担任保卫边的是成都 AG， 率先担任前锋边的是 KZ。可以看到这边成都 AG 依旧是选用了一个双狙 DO 和 OO 的一个两杆星神，然后这边 KZ 呢是单狙，然后让 YF 去起狙，然后这把刘航是先掏一把这个 QBZ。QBZ 和 M4 都在的情况下，还是让刘航先去做这个双修的点。小杰上来就被对方砸了一颗小地瓜，脑瓜雷，是脑瓜崩，被弹了一下，赶紧想弹回去，但对方人走了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上来你第一分炸到人是能拿信息的呀。对啊，所以知道你 A 包点小杰的刚刚那会儿的身位。对，我不知道炸着谁了，但反正我炸着了。他们其实需要判断的是谁，他们需要判断宇大帅在哪。哎，但这个时候要集合了吗？前点贾伟，贾伟直接在顶啊，两个人的一个枪线好像没有太好的一个办法。这波 A 包点要选择直接进吗？收对了，走了。我收对了，我剩一分多钟，我现在拿到人数优势。你猜吧，我这 A 包点外边趴着没有啊？哪怕你解说气氛轰到这儿了，但是我该拉扯你还是拉扯。哎，没错，嗯。B 一的位置现在又有点坐不住了。DO， 我在想，你这大部队转回来最快中路连接可能就要到加钱了，我得多带一带。刚才小杰出来看了一眼，这一眼没看到人，回来然后再来，再回来看又没看到人。兄弟，二次拉扯，你再出来了以后再见人可就是大部队了。再一见人出事了，人怎么这么多？这个时候 OO 马不停蹄的往 A 包点去赶，但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为时已晚？来人了 ，OO 先打一个，正面强行拼了一枪，打完就撤。打完这个时候队友已经到了。回来了以后，二楼的真位自己能不能保得住？于大帅也是赶到了正面战场，自己只剩下八滴血，是三打四的一个局面。这个时候还要忌惮对方的一个单点，直接下包罗浩，烟雾弹是比较浓的。嗯，现在我还想找这一枪的机会，一直没有走，但是外边 YF 也在找你。哎 ，YF 看到人了，先不打，往后手去撑一下，让罗浩来。兄弟，这一拉一扯，确实 A 连的人拿他没什么办法呀，挺痛苦。双方各空一枪 ，YF 再上来，第二枪不可能空的，只剩 OO 了。这个位置一旦空枪，自己身位几乎也没有太大周旋的余地了。是的，秀队直接原地点两枪，是你 98K 是吧？让你叫，让你看什么叫穿射。98K 没办法，这把枪械的一个特性，快是快，但是穿箱子无异于挠痒痒。确实，你穿的大概能穿个两三枪，能穿死一个就不错了。对。这样的话 ，KZ 通过开局上来建立起来的人数优势，再加上二次的拉扯，是拿到了本张地图的第一分。嗯。这边酒吧门口混着烟雾弹，也有遭遇，回来再给一颗雷，两方也是见好就收。中路这个点前天要找找机会， YF 过来排一眼， B1 没人，这时候通知队友，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往前再看一看，把人先逼撤。另外一边 DO 的话又要顾及酒吧的方向，那同时 B1 也不能放，所以自己选了一个偏向于后点的身位。成都 AG 这 A 包点的一个动作，说实话给的也是真挺多呀，没有事没事就喜欢让贾伟去看看啊。成都这边刚刚有点失误了吧，封两颗烟在这个 A 门，对，他两颗烟同时交的，有点交重了。对，那临场又形成了一个重 B 的站位，回来了以后 KZ 要打 A 了，这颗闪就看贾伟了。现在贾伟凶多吉少，说实话凶多吉少，对面应该是满道具可能要进来，贾伟主动打还可以，主动打过来也只是一个大半血啊。那这波 A 包点是要宣告沦陷了，二楼也前点直接抢了，已经抢不回来了，这枪已经没身位了。你刚刚是 OO 还离得算比较近，你能抢一枪的身位，你这一次的话是完全没机会给你抢的，好尴尬呀。每一次都是我前脚走了，后脚人就来，就是这个判断的周期就差了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差。YF 等一排出来，俩人瞅着你呢。 YF 出来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不知道该打谁了。是A 连的方向呢，混着这个烟雾弹 ，DO 摸过来，刘浩摸过去，再一回头 ，DO 杀意感知，这什么呀？背身感觉有人，然后回头看了你一眼。但是现在这个要时间要去注意一下，包点上还剩下秀队，秀队能拖足这个时间吗？有点难。
但是他现在身上背负的担子也很重，这个方向能拖吗？哦，这一枪还是命中了。对，拆包的时间也是比较充裕的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成都 AG 追回一分。哇！下载已解除。最后的这个人头，其实我是觉得他有点着急，找98KP，你右边门板是可以穿的呀。对，你直接往那个不能穿的地方门板的位置给他两枪，对啊，就结束了。 因为他后排的人赶回来，这个时候也晚了。你只需要把欧让他别拆包就结束了。对你担心的点是在于对方可能还有一个人，你大概不太确定到底在哪儿。但是你需要做的是跟 欧先拖足时间，你没有听到拆包的声音呢，还人说三个字儿，心乱了。小雷来了，确实是乱了。三人的后，有很多情况都会让人心乱。是的，这种紧急情况最为致命。兄弟，什么时候是让一个男人心情最紧张的时候？怎么说？你看我刚刚那个残局紧不紧张？比如俩人一回头，突然不对，我丢，我听见有人在这个 A 连里给我跳踢踏舞。他甚至怀疑一下，对，怀疑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，好像没有。不对呀、啊，那你按理来说，你说我走过来，这么大个活人，你红名瞄不着吗？还真没瞄着，还真没瞄着，也是。多种巧合集中到一起了。贾伟这次我瞅见人，我一颗雷我先藏住。是，兄弟们，一楼我藏住了，你们能不能帮帮我？一楼正面，这个时候俩背身，贾伟先打一个。这个时候二楼要往下飞吗？没着急往下飞，于大帅。嗯，吃了一颗队友的雷，不过影响不算太大。第二颗雷，对方的雷有点痛啊。直踢也上来了，直踢的方向石七舅先收掉了于大帅的人头，已经是拿到了一波三杀了。石七舅是 DO 和 OO 两杆九八 K， 混着这个烟居然还穿掉了一个。秀队吃一堑长一智，目前不可能是在这个没有箱子的地方再跟你穿来穿去了。回来三十多秒钟的时间，来看一看双欧组合来怎么做这一波回防的组织。两杆九八 K 都要绕吗？都绕，都绕，还真能找到背身的时间差。哎、真看着了，秀队直接往里一贴，你来吧。神奇，知道你要板了。完成任务。这个板已经不是板了，它是我的防爆盾。这太防爆盾了，这俩九八 K 同时穿都不一定穿得死他。对，九八 K 在碰见这种对方打板的这个残局啊，无异于地狱级难度的打地鼠。是的，你只能抓他露头的机会。对，那究竟是你打地鼠还是被地鼠打，你就得看这个时间你抓的够不够了。是，地鼠底下颠了一个比你还大的锤子。比分来到了2-1。看一下秀队，哎呦，秀队，哎呦，双杀，不是秀队，这是啊，单局五杀，啊，回来两个也是他打的，秀队，我的天，秀队，单局五杀，这是一个我们都没发现，为什么没发现呢？因为他的五杀，他中间隔的时间有点太长，一方面隔的时间很长，另一方面是每个人他都能找到机会的，很朴素，这个五杀可以用朴素来形容，小雷来了，就是每一个人头都那么的合情合理，每一个人头都是那么的。看起来把这个画面正常单独拿出来就说没有问题，确实，但你五个放在一块儿啊，五杀，是这样的感觉。你说KZ 他们五杀有奖励吗？对，这个时候得问一问徐总有没有什么奖励呢？奖励你给 YF 买顿减脂餐。来了，这波正好撞上 DO， 先打一个手枪过来，打一个大红人哦，第二时间，人都红了，命就留下来吧。但后续的人想再撤，做二次的拉扯，来听一下成都 AG 此时此刻的局内交流。没上了。这个时候秀队在确定带包了，回马枪。但这个身位成都 AG 已经是不好抢。哎，但是第二时间这 B 一于大帅有说法的，这 B 一来速度太快了。他这个 B 一有人带吗？正面战场可能回来四号位就要来回看了，希望还没看。另外一边九八过来还是老将啊，但是这个二打二还不好说，三十多秒钟的时间，距离 C 四引爆，罗浩滑下来十一滴血，贾伟这边血量也不是很多，现在关键点就要看刘航了，这个点能不能扛得住？罗浩拉出来以后，刘航也是完成了补枪，帮助队伍拿下这一分。是的，那 KZ 再拿一分啊。百分来到3-1，凯夫刚才是不是已经在商量减脂餐吃什么了？秀队，你今天给我买啊！你这不，
你这是 YMS First 在说话，不对劲儿，你怎么 First 又来了？哎，这边话语刚落 ，DO 又抽了一个。这双欧组合确实是这个能量比较强大呀。哎，欧的这个抑郁，他上场是不是有一个很恐怖的操作？在之前有一场怎么讲？雷欧事件是的，那确实，他雷欧事件好像把自己开关开开了。啊！这嘉伟配合着一颗雷直接过来，第二时间小杰再补一颗雷，你就来吧。选那些两颗雷让你吃饱饱的。是，俩人是工兵，在这小道里埋地了。哦，前点刚到，结果就被罗浩抓了个正着。罗浩捡了一下九八 K， 看了一眼。原皮九八 K 算了，嫌弃，算了，原皮九八 K 真不太行。嗯，你必须得是星神。再回来，来 A 大看，看见有人露头了。这个包现在掉的，这包僵硬。现在保卫者下了个包，等着罗浩来拆。是，下小道里了。你说这抽不抽人？下小道里是最恐怖的。罗浩绕都绕不了。嗯，五十秒，大家选。唠还是我去拼一拼？罗浩选，咱们先唠二十秒，然后我再去拼一拼。来了，来了，早晚还是要面对的。WC 下面的是谁？跳看，原点也有人。哎呦 ，DO 这一枪也没有给到罗浩任何还枪的机会啊！没问题，比分来到3-2，成都 AG 追回一分。主要还是嘉伟这个点，小道终于是站住了。嗯，前面的几分其实成都 AG A 包点一楼也好，还是说二楼也好，其实防的都不是很理想。对，那这次的话，通过嘉伟强硬的一个还枪啊，从小道的位置是拼了出来。嗯。小雷来了。小道，这一波嘉伟前点依旧是站得很死啊。二楼两颗雷，但是我全在一层和旋梯。是的。我去再来控一拍，来看看 KZ 的下一步选择。他可能是想等一等酒吧这边有没有信息上的反馈，是因为酒吧这边也就上一分可能出来的时间会快一些。嗯，但是也都打到中残局了嘛，也确实该有这种背身的时间差。对，但这一次还是要集合回来打雷。但其实在这张地图上 KZ 的几波拉扯打的成都 AG 是有点难受的，关键 KZ 他想的每一次能想到成都 AG 另外一边的情况。对，天眼通，是 A 包点外做一波集结，嘉伟过来先给你个下马威，第二时间你要进，但是小杰这个位置能想到吗？想不到，一楼还有一个兄弟，我这次于大帅也在一层，但是这个背身好在是收下来了。第二个人想上楼，罗浩也是一个残局的状态，没有问题，于大帅收掉，只剩 YF 了，来吧，完成任务，让我也享受一把当地鼠的快乐。是。OK， 比分来到3-3，三比三，这个比分走势啊是千变万化。嗯，成都一级一旦解决了 A 包点的麻烦，那压力其实就来到 KD 这边了。是的，其实你 B 半区之前打了几分，都拼的挺极限的，只能说。对的。A 包点外。现在每次你都得防着嘉伟了。现在嘉伟在这个小道的位置就是名牌，我就告诉你我小道里有人，你就猜吧。你要不把我拔掉，要不被我拔掉。是，嘉伟，嘉伟喷图一直喷外边呢。我来试试。啊，试试就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嘉伟，还有谁想来试试？欢迎下一个挑战者。罗浩能喷雷出来还？我也来试试。嘉伟这个底牌真敢啊！回来了以后，一楼的方向直接连斩两人。这一个位置，他虽然说只有六滴血，但是他把命保住了，而且第二时间你这小刀进还是不进？这不进，走也走不掉了呀！只剩刘航，于大帅也要追出来了，直接追出来，发现你正在上小道，于大帅双杀到手，成都 AG 再得一分。这边嘉伟收了三个，于大帅收了两个，此时此刻的 A 包点已经和开局是大有不同了。对。现在你想打这个 A 包点，正面第一口你打不进来，后续一切战术你都展不开的。
都落不到一楼打那个阵地的第二波。对啊，而且这小刀的加位你不给他逼回去，他真在这个位置就一直看你啊。啊 ，A 宝点失误了，咱们换个思路，兄弟们，这一波来 B 瞅瞅，来 B 瞅瞅。然后酒吧的这个位置有时间差的，交了颗烟，那三号位罗浩可能要抓机会动手了。是，他知道这个烟交的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，有 B 先被看到，看见有条腿跑出去了，嗯，欧也收回来了，嗯，罗浩也还在等。这个时候嘉伟小刀这个位置很尴尬呀，你想一下吧，就是。你前点交了一颗烟，这颗烟大概率是从酒吧交过来的，然后你 B 一还有一个人，判断一下你 B 宝点这个站位，大概是打不了，因为两边被发现了以后，你的回防会来得很快的。是，主动探点，下位，付出了点血量，但是知道你这有人，足够了。小雷来了，回来再给两颗雷，想这个预判加尾的一个回去的路线，回去的路线，但是没有。判断到啊，赌 A 了吗？四人赌 A， 我觉得 KZ 这波拉扯其实还挺成功的。他先给 B 半区压力，然后让你觉得我可能是想把你另外一个步枪勾回到 B 半区，但是他出来了，直接出来了，嘉伟兄弟出来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正面还没启动呢，啊，发现了，哦，知道人多，先拿手枪科尔特正面 DO 先顺一个。包点的时候，队友得赶紧过来帮啊！包点 DO 要保命，要拖时间。队友也回来了 ，DO 把包点人收下了以后，只剩下正面战场的罗浩 ，YF 也赶紧拍马赶到。是，侧翼还有小杰再来帮忙，三个人再做一波同步。侧身的方向 ，DO 手枪收掉 YF。嗯，又是一个连续的拿分。我说实话，他这个拉扯其实挺成功的。对你第二次再来 A 是给到了成都 A 级 A 半区比较大的压力，但是成都 A 级没闲着，我这 A 半区已经形成四个人，我等着不是个事儿。嘉伟直接，那我干脆出来了。我出来以后，确定你下一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一分打完之后，给罗浩痛苦面具都打出来了，刚才直接就带脸上了，折磨。这怎么能成呢？这是哪被发现了呢？对啊。3-5，又是来到上半场最后一分了。仗着酒吧前点有烟雾弹，我这个身位站的也是比较大胆。这已经不是大胆可以形容了，胆大包天啊！站的比较刺激，这个点位，惊悚。是的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烟散了，自己这儿也不能再站了。那这波怎么办呢？这波得看他干了。那得正面硬干了，嗯，中路要上，哦，这个闪身，啊，出来并没有看到人，中路这个时候还在犹豫，嘉伟出来看到人了，嗯，嘉伟看到没有人，兄弟们你们那边小心，哦，把第一个稳稳接住，第二时间直接给 B 一道具，你这一波中路还能上得来吗？先吃两个闪不说，后续还有道具再给正面。中路这个位置是一个一换一，但是带包的刘海还没有掉。还往房里扎，房里扎是扎不动的，因为其实嘉伟前点拿的信息是比较早的。来看一看小杰这一颗手雷，小杰没有扎到，没扎到，没扎到。那房里边不掉的话，欧赶过来又把加钱的人解决掉，只剩下罗浩。罗浩是把这个 DO 给收掉了，但是问题在于又是掉包，又是掉包，剩下小杰和欧。小杰血量虽然不多，但他来到三楼了。罗浩虚空锁敌，觉得可能对方还在房里。嗯，那你三楼大概率想不到的，是他真想不到，这太难想了，小杰，这究极难想，没办法，没想到我在这儿吧，我早出来了。上半场6-3，来到下半场攻防转换，这怎么办？这张地图啊，其实我是个人觉得前路边会稍微占据一些节奏上的主动性，是，但你要上半场拿的分数比较少的话，这个下半场说实话有点难搬啊。但是我觉得上半场其实就是嘉伟这个位置确实是厉害。啊啊，空中落地一瞬间，刘航一个人头直接进账，这丢玩的飘逸啊，太飘逸了，3-7开了，大数据老师跟我的看法感觉也差不了多少。嗯，因为这是一个连拿，应该是5分吧，连拿5分啊。就是自打 A 半区的问题解决掉了，对，后续成都 AG 再也没怎么丢分了，因为这边已经开始就是我的对标开始下雪，你的对面热火朝天，是，只能赌了，不会这种纠集时间差，你能抓时间差，我来了，成都 AG 也能抓呀，吃闪了，
看不着情况，哎呦，这个闪没扔下去啊，也算扔下去一点吧。给颗雷，先打一个，直体敢上吗？埋头埋得住吗？埋不住，但特意九游过来帮忙了小杰的位置，先打一个 YF 也是双杀到手，只剩DO。YF 这个时候回来赶了一把步枪，正正好好是补充了这边的火力。嗯，他要假如是九 8K 的话，他这个地方真不好打。对，因为前面还有烟嘛。是的，那剩下 DO，DO 找机会。 看有没有谁打残局不注意细节，看一眼 ID 石七秀和 VF 啊，算了，应该不太会有了。嗯，等着也不是个事儿，这俩人属于油条级别残局。是，关键是你掉包了嘛？嗯，你掉包了肯定他也不会露这个位置，我只需要看后排就好了。看第一枪了，嗯，等一个有缘人。 秀墩，你这你想不到，他直接站在这个梯子底下了。手雷来了，看过点位，嗯。这样比分来到6-4，来到下半场之后 ，KZ 也是终于打破了自己一段时间的一个得分荒。嗯，这一分的关键景点还是在于后续的两把步枪啊，从景家杀回来，一路决心太强了。对，而且罗浩正面也拖足了时间了。是他等于是换了一个悬梯的人，然后赶紧又把这个直梯的位置拦了一会儿。 对，直梯没有说第一时间能上来。现在 A 包点，成都 AG 第一分的尝试，结果来说不是很好，但是这个过程来讲，还是前期有一点点优势的，就是他抓时机，其实已经抓到 A 半区是弱防了。对，小杰和秀队两个人就绕着这个酒吧门开始心理博弈。 博弈了一会儿，心累了，两人直接撤了。心累了，都碎了，<笑>走吧。哎，嘉伟，我瞅瞅你这小道怎么个事儿？嗯，而且他这个大部队是后面才来的，他看了一眼那个直梯下有没有混着烟侦查的，嗯，确定没有，然后大部队再来。那你不好判断我这个宝典是什么样的造型？啊，又堵了吗？又来。 兄弟，这次单交给九游一个，九游直踢的方向，这个侧身直接被嘉伟甩头定位了。这次就算你打车来，你都赶不上这个 A 包点的一个身位了。Y F 硬要抢，这么决绝 ，Y F。Y F 不管怎么样，我这个 A 包点就是要抢回来，我还要拖时间。队友呢？队友什么时候帮帮忙？正面刘航是收了一个人头，外面这个单点是等于把对方锁在了包点内。是。对于 K Z 来说，好消息是还没下包，但坏消息。 实际就这边血量不是很多，嗯，正面一颗烟封好了之后，这边也是要考虑重新落位，先掩护雨大帅，把包下下来吧。还有道具吗？实际就手里有道具的。嗯，嘉伟这边应该是有发现有过点的。刘航这边要不要打个道具啊？你俩都不打道具，这个后排其实挺难出的。罗浩，嗯，罗浩找了半天，刘航这边又抽了一个，原地的空点过程当中，嘉伟这边身位怎么把控？刘航再抽一个零，没人一打一，回头这个一打一能完成吗？差一点啊。 罗浩最终还是罗浩把握住了机会，是这名久经沙场的老将，在这一次的残局对抗上，也是占据到了上风。嘉伟确实有点无奈，对，双手抱头 ，Oh no， 我往后一靠 ，OK，move out， 思想环绕，头脑风暴，残局的小曲在我周围环绕，这太难受了，开始玩说唱那一套是吧？<笑> 玩的就是这一套。那6-5的比分，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。双方一分差距，没想到攻守互换过后啊，这个 A 包点每次回来的补防是让我们眼前一亮。嗯，当我们都觉得可能这个后排真没什么机会的时候 ，YF 杀出来了，两次其实都是 YF 杀出来的。对。 这个位置强行跟成都 AG 拼了一口，然后拼成功了，那这个回防就有戏了。嗯，6-5，两边还有一分的差距。这波怎么说？第二时间，DO 前点先过来，我艺高人胆大，一颗雷，秀队人没看着，命没半条，这个窗口的位置也不宜久留了呀。对，那秀队还是举着雷。 这颗雷我必给你塞回去，你喂我嘴里，我丢你裤裆里。<笑>
丘特这个点他真敢站啊，他真是敢站，三十滴血我都不敢往这儿走的。他真不怕来第二颗，来第二颗自己就飞。对，来我就死，立马死。小刀做一波主动，我有九这个位置，九个枪了。他这个位置拉的身位稍微有点大，太大了。他这个位置小闪身蹭其实就可以了。第二时间罗德能不能保住？也没走掉。但是 YF 你没想到吧，我是真能绕，但是嘉伟帮忙补了一下，而且后排的队友也没有及时的来到这个位置，离得太远了。是一杆 AK 横在前点，他这个 AK 架前面确实有危险。反正我知道你刘航 98K 你穿不动我，我只需要鸡蛋十个就好，过来直接就是定。单局已经三个了，第四个人头也看到了，不着急。刘航可能要唠一会儿了，你不着急我更不着急，是我等着唠嗑呢。来吧家人们，茶话会开始了。聊一聊，聊一聊 A 包点的烦恼，谁背锅。到底是什么心情在你的周围环绕。嗯，来吧，这个时候队友就赶紧交流一下，这 A 包点究竟是出什么问题了，能被对方这么抓着打。战斗结束。其实主要我觉得还是小道这个问题有点大。嗯，小道身位太大了，你拉出去，你这个拉出去的身位我能理解。那你做这个身位，你就必须要保证换到一个人。对，或者你换到很多血量，拖一定的时间也 OK。嗯，你要一个人没换到，血量也没换多少，那你这个身位做出去的收益就太低了，就是血亏。对啊，你一楼直接被秒，然后对方上二楼这个速度还很快，你让罗浩怎么打？对吧？罗浩之前我选题可能能多拖一会儿。那这一次的话，对方人太多了，直接正门也扑进来了。嗯，打硬打，硬着头皮打呗，没办法，是真没办法。是，但你还真别说，他 YF 每次能找个机会补回来。嗯，你甭管我在哪出现，反正我能在 A 包点补回来。对，一溜烟人就跑进去了。但是哪怕是拼到这种程度，小雷来了，成都 AG 还是稳住了一个局面啊。嗯，现在压力更大的可能就是还是要给到 KZ 了。这个 A 包点你等于两次问题都没得到完全的解决，是你每次都是靠着强行拼回来的这个身位然后打出来的。嗯，其实那个身位大概率都是成都 AG 的优势枪位。对，给颗雷，这次把 YF 直接留包点了。 YF 你拿的什么枪，是 QBZ 吗？应该是，他留包点应该大概率他这一个站位 98K 的一个几率不大。嗯，还是一杆 QBZ， 正面是一波夹角枪线 ，YF 随时可以选择飞。九幽在箱子后，啊啊啊！还好是九幽走了，兄弟，兄弟，俩人吃闪了，我能撤。你敢说选择直接打 YF 不恋战，直击的方向上来了。小杰空中滑下来的过程当中，自己也是损失了一些血量。回头九幽单局四个，但五杀不给你机会，结果 DO 又还了两个人头，这种情况还能打两个？再给一颗高雷，刘航 DO 两边变成一打一了，这个残局不好讲了。他这个手枪有点玄学啊 ，DO DO， 俩人开始勾心斗角。11-7的 DO 对阵到7-9的刘航，这个侧身的机会能把握住吗？没有问题，你就一枪血。顺利的把握住了，刘航还是主动出击，找到了这一次侧身的机会。对，7-6，两边一分的差距，一分之差。看一下后续这边怎么讲吧。主要正面 YF 那个位置露了一个小胳膊，嗯，确实是非常诱惑。你就这个人头，你就感觉是稳拿稳打，但是后来一发现。YF 是耳，真正鱼钩在侧翼的，在九幽那儿。我上不了，我操！二点那个，往枪九八，九八，来来，我往九八倒烟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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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留死九八的要给他杀了。他从右手后面。啊，这样这样，嘉伟哥跟鸡哥加那个丢，你们三个趴逼，我们俩我跟欧请九八去，一会儿。几个把包带上来，你听我说，咱俩轻易请别人到局的事儿。对对对，我给个雷星，我现在炸。不用我来，我先炸。现在炸。小雷来了。我是在炸去，你炸仓库吗？嗯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打地的时候。小雷来了。对对对。手机哥还在，在帮干。你们到了吗？跟我来的。等他们先趴。来来来，走，拉，来3-2-1拉。来，趴好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们先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知道知道知道，我们趴着吧。
门口闪身，别急，跑了，别雷了，跑了，酒吧垮了，我给爷，走走，能来吗？到了，我们到。酒吧。侧翼还有雨大帅，白 F 这个位置跑不掉了。第一是做的同步来了，有夹击包点也瞬间倒地了。这一波夹币包点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！这真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五个人甚至没掉血，一滴血都没掉。嗯，九幺甚至一度抬头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正寻思这把怎么守区呢？你B半区没了，对面动用什么武器了？秒到七哥的就打不了，哎那个。嘉伟过来。我爸爸跟他当面，让鸡跟他打，你们四个包围呗。行。四个包围。行。在那儿弄嘛，在那儿互相弄。我去扫他嘛，你们去。不，你不用特意扫，你就互相弄就行了，让他看见你这种。对对，别，对对对对对，别太特意了。好好。可以，双方对着一组，愣是一滴血没掉。主打一个礼花欢送。比分来到8-6，也是成都 AG 越来越靠近本场比赛的赛点了。现在两分差距，就看看 KD 能不能顶得住了。因为这一波我们刚从局内交流里面听啊，可能是要打一些想骗的活，是对吧？而且要主动去漏一些信息。听一下这边 KD 的局内交流。谁？看到酒吧漏着枪声 ，A 包点这边已经集合了。酒吧漏完枪，我撤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打不了 A 现在断。双方交流。来了，给颗雷，旋踢往上走。哦，这一枪太定了。这来完身位里以后，虽然说自己被 YF 穿掉，但是中路还有个单点。这边单点再去截断你一手，好在刘航第二时间过来把这个人头给补回来了。二打二。都是一杆九八 K， 一杆 QBZ。嗯，我去管他，我去管他管。你等会儿先之后录。这才是38雨的事。大帅可以把人放过来打。去烟了，等烟上吧。等烟上。小心闪光。哎，别屁股残了，没用。看，屁股没有。后路。就这样，选 T。你干嘛？我跟你加大 T。就一个雷。这个位置。雨大帅的这个枪位很好啊，这边 DO 又帮忙架了一手，而且还穿了一枪，又甩了这一下。雨大帅拿下残局，比分9-6，来到了成都 AG 的赛点，三分的领先。现在对于 KD 来说是真的没有任何容错了，是这领先的有点大了。主要是上半场这个三分的优势，虽然说你下半场那几分回防已经打得非常漂亮了，但还是不够把这个劣势给扳回来。嗯、对。开局上来还是先丢两颗道具试探一下，看看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想抓点的想法。嗯，秀队的前年酒吧这个窗口吃雷了之后，现在站得也比较谨慎了。先等你把这雷交完，我这窗口该看再看。成都 AG 打得很有耐心啊，这一分。嗯，来到赛点以后更加求稳了。是，他觉得 KZ 会有一些主动的清点出来。但其实现在 KZ 也还好，他没有说做太大的调整，只不过让 A 包点三个人重防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，那加钱会有一定盲点的时间差。这个位置如果说找机会去清了的话，那可能就要出事情了。嗯，而且成都 AG 现在这个状态是真吓人的，你看五个人的这个战绩都是十杀往上，而且都很平均。嗯，这个伤害量来说应该也都比较不错了，大差不差吧应该。小道是不是主动要探一眼？九游在小道前点其实没有完全走出来吧？嗯、啊，正门也要出，两边同步出啊！我好有这个位置一出来，他还回去了，他把 C4 打掉了，知道回 A 了。那他这个位置很难撤，他位置是撤不了，但是啊，嘉伟过来找了，是，那你回去要打的话，其实也得费点劲儿。对。关键时刻该拿信息的时候绝对不能手软啊！你这个视角回来，然后加钱的话，刘航又有人头进账，这一波拉扯 C4 还掉了，是还要再走吗？再走转 B1， 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这个时间，但这个时候你 A 包点寻思也不对劲儿啊，这个时间已经有点赶了，实际就已经来到了包点前点，那他这个点位，假如拖个5秒钟、10秒钟，你可能下包都不好下了。对，秀队也是思路清晰，直接开始跟你拖，刘航先打一个。把你想跳上来的小杰给收掉。O 的话，这杆 AK 也没有给到机会，只剩 DO 了。DO 一打四，这个局子太难了，还得下包啊！关键啊，好。
刘航，刘航单局四杀吧，是。你到底去跑哪儿去了？逼里找他去了。甚至第一时间开枪了之后都有点没反应过来。比分9-7，对成都 AG 来讲还有很多的这个容错。最起码优势握在手里嘛，他们可以选择更慢一些的进攻节奏，先去试探一下你这个B包点会战成什么样，在我拿完赛点以后。没错。要炸了吗？小雷来了，秀队刚好手，秀队这时候甚至还有点开心。那酒吧桥上不能再多待了，你炸完窗口应该不会再炸窗口了。对，我可以往前点走一走。瞄明没瞄着，秀队应该是没瞄着，现在是瞄着了。确定他看到了吗？他看到最起码开一枪吧。我刚才看到这个秀队说话了，说话了，真纯鱼。小杰，小杰。九幽一个人单防 A 包点了，是那压力又给到了这位小将的身上。九幽，这位小将想怎么打？我先砸一颗雷，这颗雷好痛，和于大帅都吃到了，时间差刚刚好。二楼给闪，这波满闪，可以，他可以，因为成都 AG 不知道你 A 包点二层是什么站位嘛，所以他不敢第一时间直接往上推的，稍微撑一下。九幽再背一颗闪，再给提前枪，但是这回防是不是有点太慢了？主要确实他单人防守，他换了一个也还行吧，对，也不错了，也还行了。他在那种情况没血了，强行换了一个。这个时候你要是不走这个后排的话，不抢位置，那你第二时间就要考虑 DO 这杆狙，你扛不扛得住？关键是 DO 这个点架的是非常靠远点的一个位置，而且小杰也出来帮他了。那 DO 这个点，假如能抽一个，拖你时间你都有点受不 了。抽一个，我再拖你时间，我排拖一排，你敢追我吗？追不了，甚至前点直接被收下。小杰这边也。只剩罗浩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收下了罗浩的人头，我们可以最终恭喜成都 AG。